你好，我叫邓淑玉梅，我今年25岁，我身高1米60公分，我体重46公斤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男孩，我家家很不少，我还没去过澳门，我想去澳门工作赚钱，帮助家庭，我会煮饭、洗衣服、打伞、照顾小孩、照顾老人。什么事我都会做，请老板帮我找好多工作，谢谢老板。